嗨嗨呀，嗨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我们的那个 3DV 里面有串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明天是晴天，然后是运气好像蛮不错的，然后今天是下雨，超爽的，不用加水。好啦，然后我们就先拿掉我们这些草莓，收割我们这些草莓，然后拿去卖吧。有了吧？有，走吧。然后今天就要干嘛呢？我记得今天是有人生日吧？走，我们一起送草莓。选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。走吧，走吧，留一个。然后 Sebastian 我们这次都送完了，那就只能放这了。我看一下哦 ，Clay 我们总共有七个，然后应该没有其他东西了吧？走吧，我们先下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笼子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抓到东西。这样，但是这边的路感觉好难走，为什么？好多草的呀！我先下来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笼子吧，哥哥。然后有人叫我说去生那一个斧头还是什么鬼的，但是我觉得迟点吧。我先留点钱，然后等过了夏天，我们拿了东西再说。好多、哦，这是什么啊？一大堆的贝壳，还有一个蜗牛。哇，蜗牛，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先去村里，然后看看村里有什么。嗨，干嘛？跟你讲话都不爽，干嘛？你说啊。跟你打个招呼都不爽。7:40，我觉得全部都还没醒吧。然后来抄一下垃圾桶，然后看一下这里，他今天有什么特别的还是什么的？走吧，走吧。这里，我看一下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他会喜欢水果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这需要什么 ？Coro Coro Coro 来是要那个 Duffle， 那什么鬼啊？那什么鬼啊？那大。我应该有办法，你等我。但是那个人是谁啊？Coro Co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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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鬼的 ？Coro Co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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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那一个嘛。我们来看一下野生的到底有没有啊？有野生的话，那我就不用回家去拿了。有了。就这样子随便找到了，好吧，那应该就可以等下送给他就好了。他是住在楼下吧，我还有一个耶。好，够了，先放在这里，走吧，这样应该就行了吧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我们先去找他，把这个给他。他没记错的话是住在下面，我这边还有一个耶，好多。走吧走吧，下面没记错应该是住在这一间，不要吃啦！是这一间吗？哎的，我觉得我还是看地图比较快。这是 Emily， 然后这是 John， Mary， Joss 是住在这里，这里哦 ，Home 的 Carol， 他是住那里，好，跑错路了，对不起。上面对吧？这里。这里上面，好，我们住在这里，这一间还是这一间啊？这一间吧，没有人在。你的话，我是想给你草莓。好，不客气。坐在这里，进得去吗？进得去。你在哪里？哇哦！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右吧，右吧。他住在这里。哦，看到他了。给，嘿，来，好，不客气，你只要给我口口就行了。好，完成。因为你住在这里。哇哦，好吧。走吧，然后今天要干嘛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等一下再看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对 ，floating， 然后这是什么鬼啊？这的话它会长出，哦，它会长出那个树，好吧，没事。我还以为那个是什么鬼，
好，今天要干嘛呢？让我想想，今天我们就去买把剑，然后挖矿好了，这样吗？等一下，这样子的生活感觉有点无趣啊嘞。哎，对哦，我们要把这个交出去，我都忘了啊，它一直在我身上，这里，好，嗨。你们又在里面休息吗？这应该是这一个吧？难道我又记错了？不对，不对，下面来一个，下面这一个，对，这一个，然后我们还需要这一些，这一些要去哪里拿啊？感觉有点难呢。这个要等到冬天，这个也要等到夏天，这个也没办法，这要等到秋天，好麻烦哦，好麻烦哦，慢把塞，走吧，我们今天就去挖一挖矿，因为好久没有挖矿了，然后我们去买一把剑吧，26号，然后27、28、29，我觉得我们可以钓鱼。钓鱼赚钱，直接过好了。对，因为也是需要蛮多钱的。现在是过一个穷光的日子。然后有人说去跟那一个流浪汉打好关系，听说会给我们那一个剩鱼片的食谱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吃，来给你一星啊！要妈妈来了，感觉要跟他打好关系，没那么简单啊。走吧，先去挖矿。那顺便把那个剑给换掉，这里，好，这里，有到了，真假了，你还关电哦？那我要等你开电吗？好了，我们跟大家开电啦，然后顺便钓一下鱼。然后我觉得好快哦，春天就要过去了，夏天就要来了，然后夏天。夏天你们觉得种哪一个种子会比较好啊？就比较好赚这样。现在是赚钱比较重要，哪一个比较好赚？哪个比较好赚？可以跟我说一下，然后我就去买一买这样。然后现在下雨天，我不知道湖里面会不会有比较特别鱼、欸？有比较特别鱼的话就比较好，因为我们需要。你不要那么兴奋呐、啊。这什么？哦，蓝宝石，难怪会那么开心。在那边跳来跳去的，吓到了。有，好，这就一只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先去里面买剑了。上来吧，孩子。有，钓到 crab，crab，有需要吗？应该不需要吧。pond 的 lake 这里，我们需要的是 star 什么卷的？真假的还没开？好吧，再钓个一只。哎呀，我在干嘛？这里，好，我们再钓走一只，钓走一只，然后我们进去里面买东西，买东西过后再打算。有，好，你就待在下面，不要动，乖。有，上来吧，孩子。酷，我发现这个鱼超多的，就那个叫酷的。好，有了，走吧。呀，我不小心买到了。等一下。好啦，买到就买到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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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00是吧？这可以卖掉了。好，走吧。随后我们买到一个小小小铁剑，好小哦，算了，随便啦，都可以啦。但感觉还只能打前面，那好用吗？我就一点都不好用，个人觉得。果然不好用。超不好用！你不要突然间进化，我跟你说，好要进化了。我觉得好猛哦，这样打，来，这样打都行吗？等一下，感觉还是有点不错啊，但感觉自己好暗哦，也太暗了，也太暗了。就一束束的灯光，这样好猛哦！
好，我要碰下去吧，下去20层。我们待在这里待太久了，快出来吧，梯子，这里好恐怖哦。好，梯子出来，16层。梯子呢？梯子，梯子，嗨，没出来，梯子，梯子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制造吧，我记得，这一个好吧，需要99个，但我没有说过，好贵哦，喂，一个梯子好贵哦，因为我记得可以造梯子。来了 ，ouch！ 我觉得这把剑不是特好用的，说好，梯子，梯子，梯子，有，这是第17层，18层，我们也太快了，这有点快啊，喂。18层，我看看，这里有一个铁路，呀，有，掉出一个戒指，还他的，戴上去先。好，梯子，梯子，快点出来，梯子，哦呦，那边，这是第19层。好啦，要到了啦，蛮快的。背包满了，背包满了就不用管它。我觉得背包，我看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丢掉。好，走吧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我打。然后这里没有梯子，我们需要梯子。我要梯子下去呀，孩子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妈呀！你们就快死吧。好，走。梯子，梯子。哦，紫色的，拿。选手我不知道小贝姐会不会喜欢，早一天我们给她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欢了。哦，那边有梯子，走吧。20层，叮！哦哦哦哦哦哦！我宁愿这一把。等一下，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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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直接把你卖掉了，对不起啊。我要这一把，耶！好酷哦！哦，这里是什么？耶？地下钓鱼区吗？等一下。这也是会掉到这一个啊，感觉没有用。还掉什么？都会钓鱼吗？不知道，试试看就懂了。这些鱼感觉萌萌的。好，哦吼 ，Ghost Fish， 这什么鬼啊？感觉好萌萌的鱼耶！再钓，再钓，再钓。感觉这边会钓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鱼的感觉，你不要动，乖乖乖乖乖，有，一样 go fish， 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来一些不同的鱼吧，这是比较白色的，我背包好满哦，怎么办？报纸丢掉吧，这里，好。白色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值钱？还什么？还什么？有，你们还叫我去买鱼竿？哎，你们还叫我去买剑？根本不用买吧，20层就会给一个新的。呵呵，你不要动，新的剑了，有没有？啊！对，这一只好凶，这什么鬼啊 ？Starfish。天啊，我看一下，耶，这是奈这个吗？
跟飞手没有了，其他的没有。Ocean，我觉得其他，诶，哇哦，我钓到了什么鱼出来了？等一下，我钓到了什么鱼出来了？等一下，感觉我越钓越奇怪的鱼耶，来了。哦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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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不上，我上去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我！好讨厌哦！拿着鱼，拿着鱼，简直就在跟我作对！你不要，不要啊！好，一样是 go fish。好，走吧。8点半了，回家吧。去凌晨，然后我们先去哦，那什么，我们先去那个酒吧那一边，然后找人聊一聊天吧。走吧，走走这里啊，走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晚上了，8点50分，好夜哦。走吧，走吧，耶！然后新建啊，超爽，这里。去一下酒吧，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天，然后我们就先回家睡觉了。对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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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感觉这条路好难走，偷翻，没东西，走吧，走这里，哎，是这里吗？啊，上面那一边，我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是路痴，对不起，我是路痴，对不起，各位。哎，等，哦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一个大路痴，这样。好，跟大家聊聊天，然后我们就走吧。他不理我，哎，好难过。来聊一聊。都聊一聊，再聊一聊，再聊一聊，好，可以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我就只能跟这边人打好关系啊。走吧，走吧，先回家，然后我们就先把一些有的没的去的吧的给卖掉。我觉得送 fish 好猛哦，我钓到一个猛猛的东西出来了。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宝箱，有没有？然后就，为什么你在路边？算了，我不踩你。之前再查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要先做一个宝箱，然后专门放鱼的。好了，我坏掉的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的树枝好像是在这里。两个树枝嘞。这里。那我们还需要这个，然后啪嚓，有这样，然后放上去。然后我们再做出一个箱子，50块，好贵，超贵。然后就先丢地上，丢地上就可以了。然后先放出来，再丢地上下，放这里，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石头我们就先放在这里。然后这一个我想试试看看那个 Sebastian 会不会喜欢，喜欢？为什么会说喜欢？然后鱼儿全部出来吧，鱼儿过去那一边。你进去，你也进去，你进去，你进去，然后你们先出来，感觉好多，感觉这一只超那个脸超那个什么的，然后这样，这一只我想要卖掉一只看看会不会比较赚，然后拉 fish bait 放一个进去好了，这也放一个进去，然后我们再。这个放2个，放这好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用到。然后鱼儿都出来吧，这些全部属于海边的都出来，然后放过来这里，大概这样。然后这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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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卖掉一个好了，这样应该就行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还有一只鱼，还有这个贝壳，还有这个哦，我们有钓过，真假的，我都没注意到。哎，这个放一个进去好了，我发现我们没有，那我就给 Sebastian 这个先好了，没关系。然后这个丢进去，
这个丢丢，这里放一个进去好了。好，大概这样。然后卖掉喽，走，丢丢丢丢，好啦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丢，我打，我放，好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此了，没有错啦。然后如果需要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我猫咪呢，可以按个彩虹星，就继续我早晚的更新影片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此了哦 ，level up 嘞，这样我 HP， 然后这个应该是生命药水吧。然后今天赚到的总共有1200，哎，好多哦，草莓好赚，草莓好赚，这个一只156。你认真的好贵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会那么贵啊？一只156元呢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是时光机器到此没有就扣啊。如果喜欢片段，看更多资讯，继续我找我更新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期再继续吧。所以就加啦，加。